联信商务表示，专门为各类冷饮店、堂食餐厅、酒吧、咖啡馆、快餐店与餐车全新设计出餐馆点餐 POS 系统，来帮助提高顾客满意度。且系统还可搭配无线手持智能点餐与刷卡设备，大幅节省人力，并提升翻桌率。而所有的努力，为的都是感谢客户的长期支持。联信商务成立于2002年，到今天已经是有20年的历史。那么在过去的20年当中呢，公司一直是为全美国的华人商家提供最优质的信用卡刷卡服务以及点餐系统，包括零售管理系统。那么这么多年过来呢，我们也积累了很好的口碑，还有在客户当中的一个信任的基础。那在此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有信任。此外，无线手持智能点餐与刷卡设备还可让商家通过智慧型手机随时透过云端访问后台，查看自动会诊简明直观的即时资料报表，一手掌握全美到全球各分店的营运状况。且迎接各种节假日，系统还开放商家可以自主变更促销活动、设置新折扣等。那么这个系统除了能够帮助客人在店内进行一般的这种点单的操作之外，还可以帮助商家去接收网络订单。比方说客人可以在桌上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点餐页面，然后在手机上呢就可以自己完成点单，包括用信用卡去完成这个买单，或者是用 Apple Pay 去做支付，都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全新的无线手持智能点餐与刷卡机还可整合多种 POS 设备，包括收据打印机、刷卡机、厨房显示器等，且商家更换新系统还可享有多种优惠。那我们也专门为新的客户提供了非常质优价廉的这个点餐系统的产品。那同时还有现金的这个 rebate。那大家现在购买的话呢，就有机会得到这个不同档次的这个现金的这个 cashback。那对新商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设备，然后包括给自己的整个管理系统做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联信商务秉持全天候完善的客户服务，且会帮商家完成 PCI 安全认证，保障信用卡信息安全，以及处理客户刷卡赖账等问题。观众查询更多详情请上联信商务官网。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